这就是街舞在上海举行总决赛群访，导师黄子韬、罗志祥、易烊千玺、韩庚亮相。易烊千玺的新发型显眼，颓废风如漫画的冷漠男主，罗志祥、黄子韬频频互动，欢声笑语，韩庚则与女友卢靖姗在台下热聊，十分亲密。日前韩庚和女友卢靖姗恩爱现身首都机场，韩庚推着行李箱，女友轻挽着手臂，显得小鸟依人。两人公开恋情后一起回家过年、滑冰、录节目、出席公司年会，频频发糖，超虐的。日前飞往美国开拍新作的卢靖姗在社交媒体晒出自己在小酒吧小溪的短视频，配文：我想和某人跳舞，和一个爱我的人跳舞，这又是在隔空秀恩爱有没有？